牧区原生态生活之住蒙古包记。妹妹起床了。仙女药系列，早上起来没有热水也是很正常。然后这个水是已经在那个缸里面过了一天的，所以第二天也不是特别冰凉，超级冰凉那种，所以还可以。我要在一个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熬茶。原生态生活之住蒙古包记。这几天我在别的地方，不在家里，然后学习了不少生存技能。其实是我小的时候就已经住上那个土房和砖房了，富养。所以蒙古包里面就其实也没有住过太长时间。湿了之后这种的你看着没啥问题吧，一烧起来就是冒烟，根本点不着。我人蒙古包里咋生活？火我们要喝茶了。